大家呢在现场呢一起来恭迎哦，我们清水祖师爷哈、哦。然后呢，我们现场的好朋友，哎，我们这边呢欢迎文旦的星星师哈。欢迎我们星星师所有的代表们，来进行淡水平安镇这边参香哦。那祈求呢，清水祖师爷、达摩祖师呢，来护佑淡水星星师所有的如下众弟子，大家都能够平安喜乐，同沐神恩。由我们的罗董罗主任哈带领下，谢谢。淡水星星师，星星师。
些的台湾师他也会跟宋江镇呢是结合在一起哦。那因为呢所有的管系不同呢，所以在每一个他们所呈现的一个表演的方式也不太一样。
车跟我们刚刚有看到，比如说四方形的那个绣布的，像这个都是代表的每一个馆别或者是庙宇的一个类似招牌的模式，让呢在绕境当中呢，大家呢可以看到说，哎，这是属于哪一个馆啊，或者是哪一个庙哦。那现在呢，就是台北流布行。所以呈现的方式有非常多哈，包含你看这个花车呢，有用拉车拉的，那刚刚那个是三轮车的部分。
进的队伍跟昨天呢，刚刚所看到的队伍是不太一样的哦。那当然呢，很多的来自全省各地各位参与在今天整个的绕境哦，所以呢，今天呢也算是大家呢，再来上这个什么我们的庙会文化跟民俗的课程的日子哦。但是呢，我们都知道呢，淡水大拜拜为期两天，今天是第二天哦。那有人呢参加昨天的夜巡，那有人呢参与今天的日访，那各牵扯的呢就是两天的时间呢，他们都有在现场哦。那疫情的关系，所以今年呢，大家呢在这淡水大拜拜呢共襄盛举，今天呢整个的绕境日访的祈福哦。欢迎金福安荣师团。来，不好意思哈，不好意思，大家呢，因为呢，在红毯这个地方呢，我们会有很多的团队会在这边进行表演哦。那你看，这个舞龙的场地都必须要非常的大哦，所以要麻烦大家退到一个适当的距离。来，双龙呈祥，也祝福我们的团队朋友，大家在今天呢一天的绕境能够顺利，更要呢祈求呢我们清水祖师爷来护佑我们所有的团队朋友，以及淡水平安师所有的炉下众弟子，大家都能够在这呢，我们一年当中未来的日子都可以非常的平安顺利，阖家平安哦。淡水星星师，我们的战鼓队哦，哇，大家有看到哦，也有我们的小小子丁丁哦。
来线上欢迎我们的八家将哦。那八家将呢，在庙会文化当中是团体是非常非常活跃的哦。很多人呢在庙会绕境的时候呢，都会看到八家将以及关将手。那最前面呢，十家将哦，那个十家将。那呢，我们前面呢这一位呢是我们的邢巨爷哦。谢谢我们十家将哦，十家将呢，在我们的绕境队伍当中呢，其实呢，十家将除了我们原本的八家将之外，还有春夏秋冬哦，我们的四季大神。来，欢迎我们的三通鼓。圣驾去留神恩，来忽悠所有的如下众弟子哦，在呢。Thank you.
但是感谢感谢到咱淡水、咱市林西所有咱的技术人员，大家辛苦。现在咱要来迎接到咱这次淡水新西，和咱的电脑万岁，以及咱的西晋龙爷。扫个阵，需要伫后壁看到是咱的观众秀。台湾的观众秀，所以我分出咱的三个派别，有就是咱新增，啊，咱所讲咱新增奖，以及咱石牌奖，咱石牌啊，以及咱的副营奖。这两位就是咱的火牌，以及咱的火枪，咱李忠坤。啊，咱一般看到咱的火牌、火枪，啊，就是咱的李忠坤。啊，跟着咱的中枪的，啊，就是咱的孙忠坤。观众秀那边再次感谢。
大家看到那个关将手呢，他身前有带着那个面包哦，那个不是甜甜圈哦，那个呢是什么所谓民俗的那个羊狗面哦，对啊，斜光饼啊，很多呢老一辈呢都会在整个绕境结束的时候会来一个那个关将手或者是八家将哦，还有呢神将团身上也会有哦，去跟他们呢来说，哎，他拿回去给晚辈哦吃平安的哦，用饼然后穿一个圈圈在身上，对。对，就好像后来当兵，有当过兵的都知道，以前有一个叫什么营养口粮，口粮对、哦，很硬的那个饼干呀。那是较硬，食较久吗？比较不会坏，不会坏掉，因为它里面没有什么调味料，也就是你会碎掉。你动作的话，那个饼干会碎掉啊。对，所以当然很硬。那时候咱中营啦。但最新西啊，咱的本部新奇来弟弟再次感谢，来谢谢谢谢，哇，今天一整天很